恭喜陈芋汐和全红婵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夺冠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奥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。全红婵夺金后三度求亲，陈芋汐害羞回避，她甜笑喊：“别嫌我。”冠军背后的暖心一幕，全红婵又拿冠军了，这个小姑娘真是太厉害了。不过，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她赛后的那一幕。采访的时候，她突然跑去找陈芋汐。 两个人还亲了一下，全红婵还说了句“不要嫌弃我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故事？跳水小将的成长之路，说起全红婵就不得不提她的成长经历。这个来自广东省的小姑娘，从小就展现出了非凡的跳水天赋。据说她五岁就开始学跳水，每天训练十几个小时。那时候她个子小小的。 站在跳台上都觉得害怕，但是教练说他有天赋，于是他就咬牙坚持下来了。全红婵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二零二一年东京奥运会，十四岁的他一举夺得女子十米跳台金牌，成为中国队年龄最小的奥运冠军。当时他那完美的动作让全世界都惊呆了，有人说他就像一只精灵。 在空中翻转的样子美得不可思议。不过，成名之后的全红婵并没有骄傲，她依然保持着刻苦训练的习惯，每天都在拼命练习。有记者采访她的时候，她说：“我还有很多不足，需要继续努力。”这种谦逊的态度让人不禁对她肃然起敬。赛场上的姐妹情，全红婵和陈芋汐的关系其实是跳水界的一段佳话。 陈玉汐比全红婵大两岁，两人经常一起训练比赛。在外人看来，他们应该是竞争对手，但实际上他们的关系非常好，就像亲姐妹一样。有一次比赛，全红婵发挥失常，差点就要掉队了。陈玉汐看到后，主动过去安慰她，还给她加油打气。最后，全红婵调整好状态，成功夺冠。 赛后，全红婵说：“多亏了玉溪姐，要不是她，我可能就放弃了。”这次比赛后的一幕，更是体现了两人深厚的感情。全红婵主动找陈玉溪，还说“不要嫌弃我”，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奇怪。难道是因为全红婵又赢了，怕陈玉溪不高兴，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？不管怎样，看到他们亲密的样子，真的让人感动。网友们的热议。 这个小插曲很快就在网上引发了热议，有人说太可爱了吧，全红婵简直就是个小天使。还有人说看到他们的友谊，我都要哭了。当然，也有人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要说不要嫌弃我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？一些体育界的专家也发表了看法，有人认为这体现了中国跳水队良好的团队氛围，队员之间互相支持鼓励，才能不断创造佳绩。 也有人说，年轻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很重要，毕竟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需要彼此扶持。不过，也有人提出质疑：这么亲密的关系会不会影响到比赛？毕竟他们还是竞争对手啊。对此，一位退役运动员说：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赛场上全力以赴，赛场下又能成为朋友的。” 全红婵和陈芋汐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运动员的另一面，其实全红婵和陈芋汐的故事，让我们看到了运动员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在电视上，我们只能看到他们在赛场上拼搏的样子，但在镜头之外，他们也有柔软的一面。比如全红婵，虽然在跳水台上威风凛凛，但私下里其实是个爱笑的小姑娘。有次采访。 记者问他最喜欢吃什么，他想了想说：“我喜欢吃火锅，但是教练不让吃。”这种孩子气的回答让人忍俊不禁。陈芋汐也是如此，他在赛场上总是一脸严肃，但其实私下里很爱开玩笑。队友们都说他是队里的开心果。有次训练的时候，他还模仿起了教练的样子，把大家都逗乐了。看到这些细节。 我们才意识到，运动员也是普通人，他们也会紧张、害怕，也需要朋友的支持。全红婵和陈芋汐的友谊，或许就是他们在高压下找到了一份温暖吧。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了另一个故事：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上，跳水选手郭晶晶在比赛中失误了。 当时，他的搭档吴敏霞立刻跑过去安慰他，还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最后，他们一起站上领奖台，那个画面至今让人难忘。看来，这种温暖的友谊在中国跳水队已经传承了很多年啊！让我们为友谊喝彩！全红婵和陈芋汐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一句话：“友谊是一颗需要用心浇灌的花朵。”在竞技体育这个残酷的世界里。 能找到真挚的友谊实在不容易。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，即使是对手，也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。这次比赛后的小插曲，虽然只是短短的几秒钟，却让我们看到了体育的另一种美。不仅仅是为了金牌，更是为了那份纯真的感情。希望全红婵和陈芋汐能一直保持这份友谊，在跳水的道路上互相扶持，一起进步。 对了，还有一个小问题，全红婵为什么说不要嫌弃我呢？这个谜题或许只有他们两个知道答案吧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留点小秘密才更有意思，不是吗？笑死！张佳琪解说女子双人跳夺冠，吃醋陈芋汐有了全妹忘了他。欢迎大家来到文文的闲聊频道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，财源滚滚来。 在刚结束的奥运会女子双人跳的比赛中，陈芋汐搭档全红婵以绝对优势勇夺金牌，几乎每个动作都是零水花，其他国家只能望洋兴叹，争夺第二、第三名。而上届奥运金牌双人跳的主张佳琪则做客解说席，上一届正是由他与陈芋汐两人组合夺得了东京奥运会双人跳的金牌。他做客解说的时候，声音软萌可爱。 他也坦言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巅峰期，自己已经过了巅峰期。当比赛结束后，看到全红婵如树懒一样挂在陈芋汐的身上，张佳琪软萌的声音先说：“辛苦了，两位小朋友。”主持人听着她可爱的声音，也是一直在乐呵，心想你叫别人小朋友，你也才二十岁。后面张佳琪看到陈芋汐好像哭了，说：“乐乐，陈芋汐是哭了吧？眼眶红红的。” 然后瞬间吃醋了，接着说跟我跳完都没哭，我生气了。主持人听着她假装生气奶的不要不要的语气，也是一直在旁边笑不停。网友们爆笑评论，压低声音说还是技术不过关，哎呀差一点没有收紧。主持人还的练练，宝宝你就是一个香香软软的芋泥小蛋糕。这种声音解说确实有点新奇，挺好听的。 他好可爱呀，感觉人也很好。不过这个妆造真的让妹妹年龄一下大了。是啊，上届奥运会感觉他还是小孩子。现场还有一个选手的女朋友在场，镜头扫到他，男姐说这是他的，他小小声，他的女朋友跳水冠军也很八卦，还说了屁股一撅就出去了，哈哈，吃醋了。今天解说的时候还说这两个宝宝声音太好听了。 写在最后，张佳琪常驻解说，你们同意吗？